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是原来在高雄市立美术馆的一幅收藏品，这个作家是台湾的原住民的作家马玉芳，原住民穿的传统服饰，吃麦当劳的薯条，够 modern 吧？但我们仔细再看看这张画，麦当劳20世纪到21世纪，这个珠子距离现在可能有2000年的时间，这个金属盘。它的原始可能距离现在也超过2000年，但可能在1000多年前它就已经到台湾了。你或许以为我胡扯，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您大开眼界，我们甚至要告诉您，台湾玉在4000年前就已经开始外销了。我们先看看今天的档案30秒。真的是第一次啊，才叫什么大开眼界。台湾居然还有越窑，这个4000年前开始，4000年是我们就可以在菲律宾北部就发现台湾玉。那青铜刀柄呢？大概在台湾在13行也只有出现大概十一件左右，11件。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看到，这是金子吗？这是台湾玉的原石。是。你买台湾的原石是因为台湾玉只有一个地方生产的吗？是，目前就是花莲，主要在花莲地区。在花莲的。花莲的寿丰乡，然后老鸟山附近。我们主要花莲台湾的玉矿都是产自于那个花莲地区。是。所以它是一个，原则上它是一个稀有的一个玉石啊，然后整个台湾大概主要是那个地区才有。目前看到台湾玉外销最远的地方到哪里？目前是在东南亚的地区。那东南亚的地区的话，我们看这边的一个地图，这个是经由考古学家，好，考古学家，我们考古学家呢，在东南亚地区有发现台湾玉的一个范围，然后除了从台湾之外，大概从4000年前开始，4000年前是我们就可以在菲律宾北部就发现台湾玉。那么在一路的往南以及往西的一个扩散呢，所以后来在印尼的婆罗洲以及越南、泰国等地都有发现。从4000年前起，台湾花莲所出产的玉器开始输出到东南亚。在南海地区流通超过了2000年，台湾丰田玉因为与黑色的片岩等深海的沉积物来源的变质岩共生，因此各铁矿中的锌元素含量比其他地区所出产的绿色闪玉来得高。在现在市场眼光来看，黑色各铁矿斑点越多，表示品质不好，但是从科学上却是区分闪玉来源地最大的关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有一篇研究文章指出，利用 X 光光谱仪对于收藏于东南亚各国博物馆、年代分布于西元前3000年到西元500年之间的144件古玉进行鉴定，结果发现，其中116件古玉是来自台湾的丰田玉。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所发现涵盖地理区最广的史前贸易活动，分布范围海上航程达到3000多公里，从菲律宾、越南、泰国南部到婆罗洲。所谓交换，那怎么是我们台湾人或当时的原住民他们出去，还是人家进来？这个的话应该是说它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之间，然后慢慢的就是一个聚落先到达巴丹岛，先到达台湾的这个兰屿，然后再来是菲律宾的巴丹岛，然后再来是菲律宾。它应该是说像这样的一个玉器的一个交流，应该是一个聚落一个聚落，我先交换到下一个聚落，然后下一个聚落再去交换到下一个聚落，所以它比较不是一个像后期的那种
就是出航啊，哈，到很远开大船啊，到很远的地方去做交易，比较不是这样的形式。在新石器时代的那个玉器的一个交换，所以巴丹岛是第一手，对不对？是。那巴丹岛再往下，这边第二手、第三手出去 是吧？是。这是一个玉人。是，它是我们考古学家叫做，考古的话说是人兽形器，它其实是一个人，然后上面顶的一只动物。对，这种人兽形器呢，在全台各地也都有发现。这很薄呢。是，它原则上它，考古学家认为可能它是一个耳饰。是耳饰、太厉害了。然后，因为它很多时候是发现在，就是它是从墓葬里面，然后发现在人骨的耳边，然后它这个样的形式可能是作为一个耳环、耳饰的一个作用。但是你说这个发掘在台湾的主要的遗址里面都有嘛？是。但在这边展示的，如果说它展示的是说我们的这个海上瑰宝，换句话说，在东南亚其他地区也有出现吗？在东南亚地区的话，主要是出现的是，比较是像这种环形，就是玉珏的形式，还有管珠的一个形式。那我们像人兽就没有，这个目前应该是没有。是，然后那这次的展出呢，我们是展的这些是卑南文化的玉器。那但是这两种形式，像玉珏还有管珠这两种形式呢，其实在东南亚的一个玉器里面也有出现。所以它，但是这两种的一个形式是卑南，我们台湾台东卑南文化，比较代表的一个形制，可是在东南亚也有出现，所以表示说有一个交流的一个机制在这样子。好，因为你比如说你刚刚讲玉管，这玉管我看其实有点像良渚文化的玉器的这个形状，对不对？那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玉器有曾经外销到这个东南亚地区，有没有外销到中国大陆去？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是有到中国大陆。很有趣啊。是，那是因为我们过不了黑水沟。应该是这么讲，我个人的认为，这台湾的一个玉器，看我们这个台湾玉器哈，在东南亚的一个分布，它有一个特点是，这些分布的区域都是所谓的南岛语族，就是我们台湾原住民是南岛语族，那东南亚目前大部分地区也是南岛语族，那当然泰国、越南现在不是，可是这些海岸地区呢，它还是有一些相关的族群在，所以它分布的一个区域看起来就是一个南岛语族环南海的一个区域，那么所以我个人是认为那个玉器的一个交流，它是应该是以一个文化为基础，以南岛语族的一个文化为基础，然后就他们有相同的审美观，是，对不对？我们有相同的一些情谊和一些文化的一个背景，然后作为一个我们平常一个交流的一个信物。是，接受我们访问的是十三行遗址博物馆的研究员，是吧？是研究员。我是遗址监管员，谢谢。再说遗址监管员。遗址监管员，我是监管十三行遗址，然后希望他能够，听起来像个典狱长的感觉。遗址监管员，这是什么样的职务？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全台湾有10个，目前有10个国定遗址，然后那十三行遗址是其中一个。那我们八里地区目前就有2个，另外一个是在不远处的大盆坑遗址。那每一个，因为它是国家级的考古遗址，所以必须要，都会有设，每一个遗址都会有设立一个监管员，是能够可以监控啊、了解管理这个遗址范围内所有的一些活动，然后最主要的目的呢是要保护这些珍贵的遗址呢不受破坏。像一位女性去这个从事考古工作，这原来是你的 ambition 吗？我是从小就喜欢历史啦，然后但是没有想过以后会去从事考古工作。那主要是有一个契机，就是看了 Discovery 的古埃及的节目。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是受到一些媒体的一个影响。那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也有美国的同学是受到印第安纳琼斯的电影系列电影影响，然后从很小的时候就决定要当考古学家。看电视一定要小心，你知道吗？这个看 Discovery 变成这个考古学家，我不知道看我们节目的人会变成什么样的。如果你后悔变考古学家，看我们节目变考古学家后悔的话，不要找我，找我们制作人。在2000-3000年前，没有现代化的钻石切片机，没有飞机，原住民的祖先只凭着双手
和实质的工具以及简陋的船只，将 Made in Taiwan 的台湾玉外销到了海外，这真是一件神奇的事。只是喜新厌旧的人性也导致了台湾玉的没落。现在台湾原住民也已经不会生产玉器了。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完全消失是代表说当时已经完全停止生产。大概在两千年前之后呢，大概还有一段时间，一些小部分区域还在使用哈。那但是后来就是渐渐的，现在目前它渐渐的就已经开始，大概到2000年以后就开始完全消失。那制作的传统可能会消失的更早。好，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台湾原住民是没有在制作玉器。所以说它应该是玻璃珠传入的一个影响。所以停止了2000多年之后，我记得一直到了西元1980年初期开始又夯起来，对不对？那个好像是主要是因为是后来因为也是有玉器的一个玉石的一个外销嘛，然后所以后来好像也是开始进行一阵子的开采，现在好像是不能进行开采了。但是有一段时间因为外销好像有一些外销的市场，然后内销的一个需求，所以玉器呢，这个台湾的花莲那边的台湾玉呢，又开始进行了开采。对，台湾的玉现在政府已经禁产了哈，禁止开采了。但在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差不多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是蓬勃的这个发展哈，甚至也是外销的哈。不过我们才发现哈，这个20世纪的这个台湾人的外销落后了我们的原住民，落后了4000年的时间哈。那但是原住民为什么样会喜新厌旧呢？我们带您去看看他们所喜欢的玻璃珠。别走开，马上回来。我是戴仲仁，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频道。在4000年前的台湾的原住民呢，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他们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个贸易的这个工作哈。不过呢，4000年前台湾人跟现在一样，都喜新厌旧，舶来品总是把台湾自己本土的东西给打败了。其中我们看到这一柜里面最典型的就是玻璃珠啊。这个玻璃珠的出现呢，改变当时人的这个审美的观念，甚至也改变了当时他们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行为哈。不过这些玻璃珠出现在台湾是什么时候？最早的玻璃珠是在台湾东部，大概2300年前。好，然后但是后来大量的进入台湾，大概是要2000年以后。好，我们在西部的几个比较大型的遗址里面，都可以看到数量不少的玻璃珠。那像我们13行遗址呢，1800年前开始呢，哈，出现这个13行遗址。那我们13行遗址，也有出现大概30000多颗的玻璃珠，所以其实这边就有30000多颗玻璃珠。这个遗址就有30000多颗玻璃珠。哪个是13？这个是13行。这些的，应该是这样讲哈，玻璃珠在台湾从2000年前开始稳定大量的输入，制作的手法可以分。台湾目前的玻璃珠是有2种，早期哈，大概在1000年以前了哈，它是拉制的。哪一个是拉制的？这边这两种，这两串。嘿，那我们13行遗址呢，是以早期的拉制珠为主。好，那拉制的话，它在制作方法很简单，就是它把它拉成一个长管，然后切成小段小段小段的，所以可以看到这种管珠式的，或者是这种哈，他们可以看到拉成一个长管，然后切成小段小段的。然后呢，但是到了晚期，大概1000年前以后，是以卷制的珠子为主，就是我们在火上，然后用一个铁棒，然后去卷出一颗一颗的珠子这样。那这种做的这种卷制珠的话，它就是要一颗一颗制作。那一颗一颗制作的话，就可以有相当多的机会去给它
着色啊，然后塑形啊，所以晚期的卷蜘蛛它在颜色还有它的一个形态上面都是比较多样的。是。那我们这次的展出的展品呢，就是以我们十三行遗址哈，的拉制的竹子这两串，然后还有我们齐武兰遗址在宜兰那边哈，齐武兰遗址比较晚期的一个卷蜘蛛，是。那像这些是什么做的？因为这个玻璃珠的传统，其实玻璃珠自从传入台湾之后，在过去的2000年以来，都一直不断的有在原住民社会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一直到很近代，一直到日本人来的时候呢，都还有一些记录哈，记录台湾原住民如何去使用这些玻璃珠。那很多时候是做装饰啊，或者是作为一个仪式性的用途啦，哈，有的时候甚至还拿来做占卜都有。所以呢，台湾原就是。玻璃珠在台湾原住民社会一直都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一直到很近代呢，我们可以看到，使用玻璃珠最著名的就是排湾族。好，排湾族一直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玻璃珠的一个使用的传统。那么这次呢，这里展出的呢，也是我们排湾族的玻璃珠，好，排湾族的玻璃珠串。所以在这个小小的衣柜里面呢，它其实是叙述了2000年的历史。我跟你讲，我少见多怪，是，这是我第一次在台湾看到，这是金子吗？对，是的，纯金。应该是接近纯金。你也不知道？对，因为这个可能还要再去进行分析了。但是它的确是我们十三行遗址出土的一个金器，在这里出土的。是。所以知道它多久吗？就十三行遗址大概1000多年。十三行遗址的话，我们说最早是1800年，但是它的一个年代的一个高峰是在1500到1300左右。你看它边上还有那个回纹形的那个图案，对不对？哦，就是回字纹。对，那个，然后它是一个圆盘，圆状的，我们说所以叫它叫做圆形金饰，它可能是一个饰品类的。饰品它要打洞吗？对，猜的啦，就是说，因为我们说它是什么样的用途的话，我们还是从这个上面去一个推测这样子。台湾到现在为止，舶来品的输入从来没有停止，但是看到千年以前的舶来品，还真是让人兴奋好奇呢。这件长方形的铜牌，有一个人骑在骆驼上，骆驼则踩在云上，铜牌两侧各有穿孔，很可能是与外人所交易而来的物品。另外还有很特别的是这个铜牌，它铜牌上面刻的是很像是一个人骑的骆驼。这个是重要古物嘛？是，因为它全台湾大概就只有这一件。然后这个是青铜的铜牌，然后它主要特别是因为它上面好像刻了一个是骆驼。那台湾没有骆驼，台湾没有出产骆驼。那这很显然，这可能是来自于有出产骆驼的地方。那就是这个重要古物是官方名词。是，因为我们重要古物就是我们古物，对，古物有分级啊，一个最重要是国宝，然后再接下来就是重要古物。那我们十三行遗址出土的文物呢，有12件是被列为重要古物。是，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如果您是国宝档案的这个长期的忠实的观众，你看到这件十三行遗址出土的重要的古物啊，台湾呢，这件东西就是非常明显的鄂尔多斯的这个风格啊。我请我们的制作人把他们家的鄂尔多斯拿出来比一比，就知道啊，这上面的这个制作的方式，那个样子，基本上就是鄂尔多斯，但是我们却在这个十三行遗址在北台湾啊，这个发现的。这个你什么时候看到的？我自己什么时候看到？我自己是进入学考古之后才知道这些珍贵的文物。你会很 surprise 吗？这些东西出现？会，当然，因为1000多年前没有想到说有这些东西啊，然后特别是来自这么远的地方，像有骆驼的地方，那应该是中西亚那一带的，所以蛮 surprise， 就是蛮惊讶，就是当时的一个海陆交流，因为台湾是个岛嘛，这些东西要进来台湾，一定是透过一个海陆的这个交流，所以以前的古代的人，他们在这个整个即使是中间隔了海，那海都不是阻隔。我在台湾活了那么久，我真的是第一次才叫什么叫开眼界。如果你觉得你的收藏，不论是这个青铜器、玉器很厉害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来这边看一看。你来看看这件东西，这个是
青铜刀柄，柄上，这是刀刀的刀柄。你看上面图，这个跟那个什么那个大凌河地区的那个完全是几乎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在，这个是也是十三行遗址所发现的，也是十三行遗址出土的。那我们十三行遗址，的出土的这些青铜器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个铜牌之外，其实还有其他蛮多样不同的种类的哈。那这个是刀柄哈，只剩下因为它刀的部分可能是铁制的，所以它锈蚀掉了，所以只剩下刀柄的铜的部分。那青铜刀柄呢，大概在台湾在十三行遗址有出现大概十一件左右。十一件是都有这样的图腾。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它是一个人形，然后人形那个人呢都是大眼睛啊，圆瞪的大眼，然后厚的非常丰厚的嘴唇，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手是这样子往上嘿，然后。那这样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形的一个形式，然后呢它的形式是非常的特殊的。像这样的铜刀柄，有可能目前还没有办法去确认它一定是哪一个地区来，但是有学者的说法，可能它比较可能是从东南亚，啊，东南亚。OK， 从东南亚过来。这件鎏金铜碗，碗底内部装饰着中国唐朝风格的花草纹饰，应该是来自中国的器物。铜碗的碗口被打了24个直径约1-2公里的小圆孔。当然，还有一些东西有可能是中国来的，比如说像这个鎏金铜碗，好，鎏金铜碗就跟唐朝的鎏金铜碗，其实那个形制是非常类似，因为它上面是有鎏金的，只是因为它那个年代的关系，嘿，我们还可以看到上面有一点点金的一些残留，那么。还有很多当然是中国的铜钱，中国铜钱可以看到这里有蛮多中国铜钱，有各个年代的各个朝代的中国的铜钱，那还有一些这个镊子，铜的镊子，然后还有铜铃铛等等，所以我们十三行遗址发现的外来的这些青铜器呢，也是样式非常的多。但是原住民拿来做什么呢？其实大部分这些外来品啊，绝大部分这些外来品，我们都是在墓葬里面发现。哦，这是墓葬。大部分这些都是墓葬里面，因为其实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是舶来品，好，它是有一个，它有它的珍贵性，所以它除了代表是这些人大概生前拥有这些东西，除了它代表身份地位，它这些东西在他死后，当然也会跟着他一起入土这样子，所以。大部分的这些外来品，我们都是在墓葬里面发现。到底这种像这种类似黄金的这种金属器，你们出土过多少件？件数不多，大概就是10件以内，因为它不是它很容易那个很容易就是它没有那么容易保存。好，那也许以前的件数更多，但是我们发现不是很容易保存，因为它很薄。它很薄，它很容易。那要把它做这样保存，然后从土里面起出来，也是不是很容易的。所以的确是，的确是。刚才您说，目前台湾的专家认为这些东西可能是装饰品，对不对？是人的装饰品吗？因为就是看它中间有上面有一些打孔的痕迹了哈，所以可能应该认为它应该可能是做装饰品的用途比较有可能。是。但是像这些个金属。这个制品出土只有在十三行，没有在别的地方发现过。其实我们近期呢，在应该是在宜兰的一个汉本遗址，好，宜兰跟花莲交界的一个汉本遗址，其实苏花改经过的。对，苏花改，因为它苏花改的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遗址，那这个遗址其实也出土了蛮多类似这一些好大量的一些外来的物品，所以其实像金属器吗？有的，像特别像青铜这些部分的一些。遗物呢，也在汉本遗址也都是有的，好，所以其实，可以想见，在那个年代，它的年代跟十三行遗址也差不多，所以可以想见那个年代，整个北台湾地区其实是很对外的一个交流是很频繁。哦，这点是啥？是点欧欧。其实，在整个像金属器里面，对台湾重大影响的，其实是铁器。
然后因为铁器它在我们实际上一直有出现一些铁器，那最重要的就是说，这铁渣渣是不是？对，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一直有出现有发现有炼铁的遗迹。好，这也是台湾第一个发现炼铁遗迹的一个遗址，所以它有一定的重要性。那但是从这样的一个遗迹看起来，当时十三行的人除了跟外面的人、岛外的人做交易之外，他还有自己想要尝试进行，我们自己来制造一下铁器。但怎么样证实这个炼铁炉是台湾的原住民而不是外来的呢？因为它就是一个炉子，就在地上，它就是从地上一个搭建起来的一个炉子。等一下我们到常设展的话是可以看到、那個、对对，我说怎么样证明那个炉子就是即使是单一炉子是台湾的原住民去做的而不是外来的？ 是因为那个炉子它就是用土石，当地的土石去建造而成的。然后但是呢，他们如何得知要去做这样，如何得知这个方法，可能也许还是经过跟外界的人交流的时候得知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他们再进行制作。是荷兰人到台湾来，他们为什么喜欢台湾呢？我们待会告诉你，别走开，马上回来。我们的观众基本上我觉得简单的区分这个有三派，一种是这个当代派，喜欢这个我们谈这个现当代艺术的，另外一种呢是老派，就传统派，希望我们谈那个玉器啦，这个瓷器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无知派，我说无知派就无所不想知道的这个派，什么都喜欢的。不管你是哪一种，今天一定要看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今天我都觉得我大开眼界。前一阵子，不是前一阵子，这个应该是前年的事情，前年的台湾的荣誉联电的荣誉董事长曹新成先生呢，他发了他本来就发了，就是他又卖了一个汝窑。我今天才发现一件事情，太厉害了，台湾居然还有越窑。这是越窑，是越窑是唐宋之间的事情，大概是这个，如果十世纪应该比唐还要，大概是唐朝左右，对、啊、对是，所以其实大概在从十世纪开始，我们台湾有这些中国的瓷器进来台湾。那我们在所以那个说什么？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到台湾来，应该是说在可能也许是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一直有跟台湾原住民做一些交流。所以我们在台湾的一个沿海的一些遗址里面，我们会发现蛮多一些瓷器的一些遗留。那么早期的话可能数量没有这么多，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像我们在巴里地区，我们巴里地区的一个海滩的一个遗址叫下古坑遗址。那么下古坑遗址因为它是一个海滩遗址，它冲刷出蛮多不同的文物，那其中瓷片瓷器呢也是其中之一啊。那所以这边都是下古坑遗址，这边全部都是下古坑，所以它是沉船还是？它应该算是陆地上，应该我认为应该是在陆地上的，然后经过冲刷，冲刷出来的，所以原则上它不是从沉船里面。好，所以这个年代最早是十世纪，是那边有青花了，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了？这个17、18，这是明朝。17、18，对不起，这是清朝的，对，这是清朝的花纹。说换句话说，这个下古坑这个地方的人类活动历史有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没有停过。是，就是说跟岛外的交流，从瓷器这样的一个展现，其实是从十世纪开始。交流的时间长达1000年，但是这个如果从十世纪往上推，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前面的那批人是相同的吗？是的，是应该都是同一批人，他只是后来因为从唐宋以后也许就是中国对外界的一个交流，海上贸易比较频繁，那么因此呢，海上贸易其实最受欢迎的就是瓷器了，瓷器它的外销品最受欢迎的外销品就是瓷器。那它中国最主要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区域比较是东南亚，甚至更远的阿拉伯东非地区。那但是呢也有一些东西是也有一些可能会到达台湾。我
我们下古坑的遗址经过学者的研究，哈，从十世纪一直到十三、十五、十六世纪，甚至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展出比较早一点的，那其实下古坑遗址还有很多是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世纪的瓷器都有。那这后面的这一个阶段的遗址都比较是阶段的瓷器，比较是欧洲啊、日本啊。好，还有汉人移民之后带来的瓷器，那所以整个下古坑遗址的瓷器，它就是一个台湾近代的交流史。这个是这个据学者研究，它是茶盏，就是也是喝茶用的。它是黑釉，所以我为什么很好奇，这个黑釉的茶盏，如果它是十三到十四世纪，那个时候台湾人喝茶？应该来说它。进口的时候，或者是跟他做交易的时候，他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新奇的东西，他并不一定是会原住民拿到的时候，他不一定会用来做，他不一定会拿来做喝茶，他有可能拿来喝小米酒或者其他的作为其他的用途这样子。对，这个我们这个一定要非常理性的分析，要不然又有人说这个十三世纪的台湾人开始喝这个大红袍啊。这边我看到你展出了一堆香米骨头。这是十三行遗址出土的鹿骨，那么最后这一区呢，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前面的话我们比较是着重在输入台湾的外来品哈。那我们有一个疑问是说，那台湾的原住民拿什么东西去跟人家交换？因为有输入毕竟有输出，那么主要是根据比较近代的文献记载，不管是明代的或者是像更早期一点的文献记载呢，台湾原住民大概都是以用动植物，就是动植物天然资源去跟岛外人做交换，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鹿皮，所以呢，但是鹿皮呢没办法在考古的记录里面保存下来，因为它是有机物，但是他们的骨头可以，所以考古学家呢可以利用考古遗址出土的鹿骨去研究，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主要是根据鹿骨上面的切割痕，然后去研究一下有没有相关的鹿皮的生产的一个痕迹，看得出来吗？可以的，真的、哦、是。那么因为切割鹿皮的话，通常会在腿部的部位下刀，因为如果是取肉的话会在肉比较多 的地方，但是腿的鹿的腿的部分呢，它的是比较没有肉的地方，那没有肉的地方那为什么要去切割呢？那都是跟切就是为了要剥取鹿皮。哪里有刀痕？有，从镜透过放大镜可以看，透过放大镜可以看到有切割痕，这里面有很多切割的痕迹。哦哈，是。哦，你说那个剁下去的那种哦。所以呢，我们这里的展示是比较为了要展示鹿皮贸易，但是呢，会采用一个跟一般展示比较不同的一个方法，就是因为我们从考古的一个角度，我们要如何知道有鹿皮的生产？那我们很多时候是利用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上面的一个切割痕去做。但这些鹿骨是多久了？一样是十三行遗址，大概一千多年前。元代的航海家汪大渊在他所写的《岛屿志略》琉球，这里的琉球所指的是台湾，其中有一段记载，地产沙金、黄豆、黍子、硫磺、黄蜡、鹿、豹、鸡皮，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金珠、粗碗、楚州瓷之属。由于汪大渊所说的贸易之货，大概在十三行遗址出土的舶来品中都可以看到，因此他所说的台湾产品就是十三行人用来交换的出口货。看了这个展览，我有新的认知，台湾环海，而海洋不是阻隔，早在四千年前海洋就成为贸易通路，成为文化交流平台。台湾很小，但数千年来的贸易和交换以及先人的远行和迁入，让台湾这个小岛容纳丰硕的文化内涵。四千多年的台湾海陆交流文化，值得我们细细慢慢品读。我常说哈，这个台湾
台湾人自己不知道台湾人，包括了过去，包括了现在。比方说四千年前的台湾人其实已经开始大量的接受外来的这个讯息，也跟外界这个互动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制作这个节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告诉你真正的台湾人那么在过去的生活的面貌，那么透过十三行遗址博物馆呢，能够归纳整理出让我们更了解台湾四千年来的发展。我是戴仲仁，非常谢谢您的收看，别忘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